我们相信将来决定现在，所以匡智翠林晨崗学校从小一开始为每一位学生订立生涯规划。匡智会教育心理服务组在2006年参考美国智障人士协会的支援工具，发展了一套适合轻度、中度智障人士的评估工具，学生个人成果评量 PALS。 成果评量倡议五项理想个人成果，包括个人福祉、学校与社区参与、贡献、关系建立、独立能力。每项成果有其相应的行为指标，包括学与教活动、家居活动、就业活动、社交活动、社区活动、健康及安全活动，一共261项指标。学校就住理想成果编写共同平台，建构学生的资料库。透过这个可携式的平台，老师、家长、学生可以一同订立适合学生个人发展的目标。为照顾学习多样性，学校提供不同拔尖保底小组。学校亦提供不同的专业支援。为培养学生有良好的价值观，学校安排不同与品德有关的活动。学校亦安排不同职务训练和实习，让学生具备就业能力，达至学校的愿景。就让我们与家长携手合作，为学生的将来一起努力。